那个扫描，我把终端好了。锤石，欢迎来到英雄。迅捷不发亚索，我纯赖线打法的。我可以学 Q。这锤子 Q 要好了。多难进！全军出击！就在今天，看没机会抢二杀一波亚索。这个亚索不好杀啊，主要他这个需要先破一个盾啊。不过会玩的亚索现在比较少，主要亚索现在不厉害，会玩的亚索都去玩别的英雄去了。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。为什么没出来这一刀？我一出来这刀他已经死了。我还想抢恶的，结果被他抢。死了，大蜘蛛，再 A 一刀，他死了。以前皇者中单打亚索不好打，主要以前亚索会带什么东西呢？他会带个多兰盾，贼恶心。那个年代的多兰盾还是减普攻伤害的。没闪啊，把线拉回来吧，我可以压他一级。下个饼干什么时候来？兄弟姐妹，并肩作战吧！我这波想杀他得升四啊！他死了！饼干，饼干，快出来！我操！他不补这个刀的，他补这个刀他就死了。我看一下，每过两分钟，四分钟饼干，六分钟，我刚才应该等个饼干可以杀他，等个饼干可以站炉把他打死。可以让他走，但是得让他晚一点走，他要多亏一点线的。这波可以让他走，但是得让他晚点走，要让他多亏点线啊！可以让他走，但是要让他晚点走啊！好了，他多少吃了一波线了，耽误了他二十来秒，刚好三十秒就一波线啊！这波线吃完，估计他才出来，才到这个线这边，可以卡六杀他了。我忘记把这个视频眼换回来了。算了，不控这个线了。等一下补个提亚马特爆发高一点啊！
enemy has been slain. 多打个铁丝兵，这样可以抢六了。哎，其实打他不抢六也没关系，主要是他有个被动这个皮子挺烦的。有些人不会算经验，他就会以为我经验跟他差不多，所以他就会在塔下，他会在塔下会干嘛呢？他就会死，他已经死了，要磕了，把这两个兵 A 了，他就死了，一个大没收他的亨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跟你打呢？啊，年轻人，卡六有分两种，一种是立马升六，另外一种是一个兵升六。第一招的话可以瞬秒人，如果不好瞬秒的话，可以这个打个时间差啊，可以多 A 几下，然后再把那兵 A 死。他以为你五的时候，以为能打得过你，这时候 A 完小兵啊，升级回血点大招，主要升级加的血重伤没有用，知道吧？有区别的。第二种卡六可以多打一点伤害啊。想吃钱，让他吃到了。这个视频换扫转扫描时间特别久，五级，他已经爆了。这环子打中有一点就比较好，踩塔特别快啊。中路线短，留个 EQ 还不容易被抓。去抓一波蜘蛛，他应该在偷我的蛤蟆。等一波 EQ 跟铁丝兵，再下吧。他该不会再打三狼吧？这么慢。先让他尝到点甜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你不让他有这个血量上面的压制，他就不敢打你。剑喜欢 Q 啊，救不了了。这个大中就可以去，这大空了就没必要去。其实我之前对这个巨牙有一点误解，我以为他加的是跟这抽血者一样的穿甲的，打亚索买这个挺好用的，刚好可以破盾，满血也可以秒他。这抽血者才12点，他价格比抽血者少400。多了六点穿甲挺好的，其他属性一样，就没有暴击跟斩杀，但是可以快速成型的。我现在杀的亚索不需要大，其实我塔下都可以秒他了，刚好对面这把两个带盾的。让他 E 开了，他好胆子好大，他怎么敢甩这个 E 啊？
植入 miss。啊、死了鞋子来一个吧 ，CD 有点不够了，给他杀一次挺好的，他值钱了，而且我是先被他杀了，也就是说我杀完他，他有个300，科学理财。又可以接着杀他了，破200多的盾，他现在不会跟我们打了，其实没必要跟他对线了，这会儿他太猥琐了，可以去游走了。去折磨打野去了。打野等级更低更好杀，一般打野会比线上少200到400点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打野会少一级吧，加个多兰，一般是少线上一级到2级，因为这把亚索被我打的有点炸，所以他才少一级，不然正常少2级的。他为什么有加速呢？两级加个多兰就差200多血了，你要是高一点，对吧？有些英雄成长血量再高一点，或者买一下别的装备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想吃蟹不给你吃。他打野想杀线上贼胆，这就是为什么打野有点难受的一个原因，线上属性比打野高太多了。他除非抓起来了，这种没抓起来的打野想单吃单人线很难的。这亚索也不游走啊，你走了我就推线，我就吃塔皮啊。破盾效果怎么跟没有一样？为什么破完盾加我 Q 伤害他还没掉血？太假了，盾应该没这么高的呀。我巨龙撞击380的伤害，他盾才190啊，哪里出了点问题吗？左边左边，9点钟方向。让他过来接他。
去中吧。这种亚索没用，吃了他经济也会送。他就线上劣势，对线游走，他接着去刷野去了。他这样给他刷的肥肥的，因为他这个赏金现在是按照这个来算的。是按照这个经济来算的，所以即便没人头大，但我也会打出一身赏金出来。我看他这么喜欢吃兵啊，这波泰坦有大，他死了。买眼泪是为了不缺蓝。你在干嘛？你跟他发育啥的？直接给他来个。不然很缺蓝，落后。终于懂了。没事，泰坦落后就行。怎么还不落后呀？大招呢？就打到了。没办法，走不了。这亚索买的还是一个盾弓，双盾。这把先买耶刃，有锤石跟蜘蛛在，锤石有点克皇子的，不然你 EQ 他一个 E 把你扫开了。对吧，走个穿甲的，不走暴击了。应该是没看到我。我打狂风之力有没在啊？守护者，我可以秒他。其实他不是带余震的就可以了。来，过来坐眼，给你看个宝贝啊。怎么每次都这么怕呢？勾啊，就勾他。破洞还是有用的。助攻来了。
没事回家前就丢把棋子啊，这是一个好习惯。这锤子应该还要买鸟盾的。打中路起来舒服多了，主要没那么恶心。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你做，你只要打伤害就可以了。还是有点小心的他。哎呦那个远见改道应该再往前再丢一点点。鸟盾呢？我把蜘蛛恶心坏了，所以跟我当队友多舒服呀。我可以给他分担压力，他就随便压对面打野等级了。不确定这边没赢，把技能全交了，少一段技能死不了，这竟要给我丢技能了感觉。打这种法师夜刃太好用了，他少一个技能伤害就少一大半。腰带加输多了600血，我好想买暗影扩建啊，格子真不够，赶紧改成七个格子吧，这个游戏。挡一下，别站一起，别站一起，站一起自己也要多吃伤害，队友也要多吃伤害。怎么这打野不对啊，你不能因为我帮你把你的事情做了你就不打野了，对吧？不行不行，这打野是也是一个被惯坏的一个打野，不能因为我把你的事情做了你就吃线了，得动起来啊。先拿龙，他又想去刷线去，我想先升16，这波三级大很关键。三级大，还是得靠哥。
帮他把龙打了，有这种中单在打也太舒服了，大幅度提升拉龙的效率啊！先秒一个，再帮你拉龙，这还打不过？你们没这么拉胯吧？把线带上，这个镜好像狂之力用了。我只有最后一套技能的狼，还有三个了。我晕住两套了，我透，怎么被埋伏了？压不出来啊，65，有加这么多吗？加了快100点了，不对，65、59。加了94点嘛，我这面板显示加79点，他哪来的？365吧，459吧，他94点，不对啊，我现在没了，他估计是按照最大值来算的。我这还有100多层没叠呢，我这个可血血量低的时候，也对，这可血血量越低，这个攻击力越高的，跟那奥拉夫的被动一样，不过他加的是攻锁。那不对，我买这装备跟可血有毛关系呢？那也不对啊。我买的是这个呀，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呢？拿回家买装备再EQ他。我又不是把可血改了。想一下是不是？这铁男太肉了，这混蛋！我这装备不丢大还杀不了他。他们又少了一个人，这随时我也能秒。杀了一个，一个在守塔。那这队友4打3还打不过。可能都不敢过来了，他龙魂拿了，
打野的？你他妈还真吃上瘾了，龙不要。哎呦，不要！我帮他分担了很多压力，他还真去卡线去了。我大快好了，这蜘蛛也没过来的意思。一个傻子，一个哑巴。加速了他，这都被打断了，这波老帅了。这个 AD 没秒掉是我没想到的，他应该开鸟盾了。来个蓝青鱼吧，这不应该是把他秒了再出来的。杀人红尘中，脱身百人里啊。其实我那个二 A 点蓝直接应该直接就秒了，他应该给他丢了三个盾 ，W 一个，鸟盾一个，守护者一个。对的，镜的话是裸装的，裸装我杀他只需要一刀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皇子太弱，就是机制的原因。你看我这 EQ 他勾到我必死，我要是不 EQ 被他勾到也是要死。没事，他这波没闪，但是我也没有了。鞋子可以换了。这把出装不一样，就改蓝青雨了，打法不一样。你们两个还在那边换啥呢？买个幽默加无情猎手，可以多买一件。不是想躺死我这是。嚯嚯，这都没打过。这火能打我老痛了。等我大好你就死了，再装，再装就把你吃掉。这是在旁边想异我。亚索在前面，一般玩亚索的都很贪的，刚打完没走远。我这波想双杀的，其实我刚才可以直接秒锤石，我想等这个蜘蛛落地再 R 的，没机会了，就600点攻击力。我现在开一个这个几秒。感觉买夜刃作用不大了，这波
我甚至觉得影魔刀更好用一点点。想一下，打我疼的这会是这个火呢。贼快他！我只要打他，先把技秒了。那还剩下一个亚索在。我想改个影魔刀的。这边人不行，我得换个扫描，他们不会排眼，我感觉这个野区里面全都是眼。全都是眼，出不去这样。我们这边就一个带扫描的，根本都过不去这样子。这人还在上路卡线呢。给他接灯笼。把这都秒了。还可以，大火掉两个，没想到吧？得杀三个才能赢吗？三个好像也赢不了，靠一个环子打到最后打伤害呀。四个都我杀的，不会五个都我杀的吧？还真是。差了一个。家里留个人守就好了。快来，你们打，我守这个蜘蛛。前面他眼在前面，好像有饭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扫描眼都扫不到。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你们打。打我，你要不要拢呢？别追了，前面有人在。不必，死了两个了。靠，这十个人里面八个我杀的。走个尸吧 ，EQ 压个起身，这 EQ 压起身技能控制是必中的，缺点就是没伤害，但是一定会有控，教什么技能都没用。点塔呀，远程呢？射手在哪里？弓箭手。
好家伙，除了中路外 其他人全被喷了。来个半卡抽500吧，我需要你们的力量翻盘，兄弟们。送半卡抽500，来团了，8-17，一喷3。打这种人得哄一下，有点小孩子脾气。我们需要一个盾牌，知道吧？去抓你了，快点！传送。复活时间60秒。房子不要塔下打，塔下打技能不好中。卡视野 EQ 是最好的。这边可以埋伏一手，听书一句劝。过来过来，你都被看到了，你过来个勾八，你从河道过来不是把我们卖了？他为什么走到下面去了？这火男待会来个 WR， 我们全死了。哎，对面跟头猪一样，这也敢进来？5-4，等巨龙。还好我没买出暴击的吧？对面刷蓝盾啊。这破坏王都已经从河道这边走过来了，可以开的呀。他们想推我们家的，先买秒一个火男，这火男就是他最脆了。半卡抽500，写的是鱼是可以折现的啊。蜘蛛出来了，其实我感觉可以一波，但是好像不能相信。蜘蛛人呢？没道理不过来抢。一个辅助想想。打野都不来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？啊，曼巴精神是吧？来个三龙会，这我才18个人参与啊！别说这锤子玩的还可以，别看他2-13啊，比这个瑞文强多了。来手三龙会，三龙会要打不过，回家养猪去吧。1、2，被减速了，这波三步上不了蓝了。瑞文小天才。大龙吧，大龙吧，这把可以打60分钟，史诗级憋尿曲。三龙，三龙，
我对这个点巨牙感觉作用不大，想一下巨牙再改一件什么装备呢？还是得换回老套路，感觉巨牙感觉作用不大了这会儿。 打一波吧，来个春哥，破釜沉舟，北水一战。这边双 C 买蓝盾了，不想买暴击啊。 最后三分钟办卡抽百啊，显示于是可以折现的。还有两条龙嘛，推啊换家，别避，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拆得过我们的？你们推，等一下，不能推这个镜，好像毙了。怎么还有个人回来了？不对，你回来干嘛呀？完了完了，多回来了一个人，猪呀这是。 这边就一个进在，他回来了，他们打不过了，完蛋！我都说你们推了。哎呀，这个正面团少了一个人，我必就够了。这游戏是看哪边猪更多一点。怎么不能让他们进基地啊？打不过也得打了，进基地要被拆了。 叫啥？哎呀，他不该回来的，就一个技能。我都打字说别来了，看一下伤害啊，没事，这把还是很精彩的，值得载入史册啊。 10万伤害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